还是一样五个字好不好？一样猴子吗？我就不要再动物了。哎、欸，我们今天是要跟大家拜个早年的好不好。我们拜完了，我们可以开始干我们自己想干的东西。过年会吃到的食物好不好？哎、欸、啊，要有不常年味嘛？我们今天是来拜年的，五个字会多，越多越能猜啊，七个字啊，哇，好啊，那就七个字啊，七个。你们年菜真的会吃这个？我才不信呢、欸！出这一道题目的人，我今年去你家过年。我盖了这个，我就不想去他家拜年了，这个有点可怜。决定了，就是这个。Over， 你盖好了，你太快了吧！你到底有没有把食材放在桌上啊？有放完了，没有煮熟。不是龙虾三珍霸，不是先盖好先赢嘞、欸。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有酱汁都有放。你的纸片嘞？纸片不需要。哎、欸，反正七个字太难猜了。谁刚才说要七个字的？越多越能猜啊，七个字啊？没有，谁有字？其他路很多。讨厌呢，谁说字多的？丰收。哦、oh, ，好，就这个。哎、欸，要多久？巧克力。十分钟啦。你们到底在出什么奇怪的题目啦？不要再搞人了。其实你自己也很想搞人。对，我也其实也有搞你们。你看，乱搞哦。我觉得这个盖这个旁边的东西都还没盖到食材就盖好久。这么认真啊？又不是你的盖吧？天，难怪都盖最快。我觉得猜你们很辛苦、欸。哎、欸，可是我传达都很清楚哎、欸。其实纸片那个是有东西。表达出来了。对，等一下下去领红包啊，峰峰。啊？哎、欸，对不起吗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为什么？怎么了？突然对不起。你在跟谁道歉？你在跟观众道歉吗？我在跟这世界道歉啊！这题是烂透了啦，怎么盖啦？这是什么东西？竟然叫把图案全部加起来。Answer 对，那个大概是纸片吧。纸片最喜欢拆字盖了。我天，哪有这种东西哦？不盖了，我就这样。太快了。那我把这个放在旁边了、啊，放在一个角落，等他们提示。今年的菜都没有听过，过年是吃臭东西。我觉得各种食的硬拼在一起。这是什么、欸？哎呦！哇！不要再一二三四了，真的是冰火五重天哎、欸！这个是不求人吗？这吃的布丁好痛苦哦！终于结束了，清算一下了。生龙醉虾大拼盘谁出的？我出的。你家过年吃这个？我去你家过年。这摆盘是酒，这是我盖的。生龙在这里有没有？一条龙升上去哦。没有龙的 feel 啊，这很像菜瓜布被扭曲掉。我还以为这是叉子嘞，这里面有牛排，有羊肉，有。拼盘啊！不行啦，秋风，不是超难盖，你们来盖，我就不相信你们能盖出什么龙虾炒饭配啤酒。至少有看出是哇，这个箱子，这个小麦跟鸡蛋，我真的猜很久，我猜不到什么东西。面包，小麦是接在吃那个稻米啊，所以这个是木星盖的炒饭龙虾加啤酒，这是毒蝎吧？太抽象了啦，这是谁猜的？我猜的啊，啤酒龙虾鸡蛋面。那这是谁盖的？我已经尽力了，还是蜘蛛？哎、欸，我还要拿那个胡须，哎，有没有看到？你的胡须在哪里？哦，线哦。对对对，你不讲还真的不会看到。螃蟹不会有胡须啊？那谁猜的？我九酿蟹黄鸡蛋面，果然变成螃蟹了吗？有啦。哎，不是，本来是虾子哎。哎、欸，抽象抽象，这个题目谁出的？超难盖的。冬虫夏草炸年糕。等一下，冬虫夏草可以炸年糕哦。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啊。你知道这个是我猜的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变什么啊？火锅咖喱肉汤，蛇肉汤，蛇肉汤，好补好补。就是你猜这种东西，我超难盖的。有蛇哎、欸，这是巧克力盖的。对，你看这个咖喱，我有提示，这个展示框里面有马铃薯、红萝卜、猪肉咖喱、石井火锅、蛇肉汤。那个冬虫夏草太难了啦，整只蛇在里面。蘑菇汤，还有一个兔肉汤在里面。天哪，我觉得我猜的太烂了啦！那个纸片，你猜什么？我觉得我这个是夏克斯盖的，是不是？葱爆蛇汤。葱，我跟你讲，葱是什么？葱是绿色这个，还有蘑菇嘛？蘑菇。你怎么会用这么冷僻的字啊？左蘑菇。一开始的题目谁出的？我风破出的。过年就去你家吃那个。哇，那这又是什么？哦、家庭号旺旺先辈，家庭号，哎呦，我输了题目哦，旺旺先辈，这我猜的，这是谁盖的？我盖的，猜的是旺旺先辈家庭号，这个盖的很好啊，他的旺旺旺旺先辈家庭号的感觉有出来。第二个是我盖的，你的旺旺太难
的旺旺才是符合包装大小的，好不好？我看不懂啦，我猜到太阳歪掉了，歪掉了啦！太阳六路，我还猜六路哦，因为有六个烂东。台中太阳饼，啊，这个太阳饼在哪？旺旺先被自路行销哦，台中南瓜太阳饼。下课时猜的哦，哎，这个六个入也太一开始出题就自入性行销，就下一集很好吃啊，葱烧红烧卤牛烧，又葱烧又红烧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大哥自己出的哦，对啊，是我出的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牛肉面你盖的这个是碗哦，那个纸片你有没有三 D 的概念？没有，我不会盖三 D， 真懂哎。PS 啊，这是 PS 哦 ，P 五啊，我还以为第五页嘞，不是，请看第五页啊 ，PS 搞砸这一切，糟糕，这是谁猜的？然后我是沙宝，而且面哪来？哪里有面啊？对啊，有面啊，有面啊，对啊。哎，这个猜题的问题啊，我猜又多想出面啊，乱了，我已经乱了，被他搞了。旁边有一大堆牛肉了，麻辣牛肉，只剩牛肉了，差不多了，葱跟红烧都没了。这是谁盖的？是谁盖的？这个我盖的、啊。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地狱麻辣牛肉面。你的这一条是什么东西？牛大出来的吗？有没有红色的辣这种感觉？牛肉面，地狱麻辣牛肉面，真的哎、欸，完全猜中哎、欸！哇，强，谁猜的？我。Nice， 你太懂我了。可是这边原本好像没有面，原本根本没有面啊，只有牛有从头到尾有而已。火把神教，什么叫做火把神教佛跳墙啊？这谁出的？哇，这故意不出无敌海景啊！我是火把神教，烂透了，就变红烧。佛跳墙发这一点就是牛肉汤啊，但是牛肉汤不会用瓮来装啊，应该盖个万字啊，佛教的万字、啊。你们什么时候这么喜欢左这个字？你加万字，我可能就会猜火把神教了。我觉得至少有瓮，瓮那个有出来，可是猜的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。红烧青葱牛肉汤，等一下，里面你们看得出有牛肉，只要有汤是牛肉、欸這個。这个我猜超久的，这是我盖的。你看一下，我旁边还有提示哦，巧克力。葱，我有看，可是我完全看不懂啊。红烧青葱牛肉面。牛肉汤，对不起，我以为你在这个材料里面做的东西都放在这里，而且你的汤也太轻了吧，你有没有看到下面？这汤清澈到我可以直接看到底部是什么啦，就是为了要让你看到火在烧哦。自己看我猜什么，清炖火锅牛肉汤，烂透了。你自己该烂透了。刚那一题一开始是什么佛跳墙、欸？对啊，佛跳墙，佛跳墙，中间就被人家猜错了。水饺里面塞圆，在水饺内塞一圆。没吃过，将会食物中毒吧？对啊，我们没有这习俗，没有，没有啊。小时候每年都在包水饺，然后都会吃、欸。没有，我过年不吃水饺的。我有听过这个习俗，但是没有吃过这个。是谁盖的？肉鸡肉这是我盖的。一元猪肉肉饺，鸡肉饺，这谁盖的？以后如果还有你盖，我才我禁止你用这种方法。太难了吧？很难吗？你的一元也用的金黄色，好不好？你的含金量好低哦。一元赴死，猪凤爪。一下，我想看一下四号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四号脚啊，脚，我一讲就懂了，讲了就知道了。你海绵宝宝哦，是，很烂哎、欸。你知道我看这个看多久？这是谁盖的？这更抽象。这个一元复始猪凤爪是谁猜的？我猜的，我猜的，风破猜的，那谁盖的？我盖的、啊。猪凤爪到底是什么？一直到我们猜。因为那个很难弄啊，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也是啦，超难猜的。风破，你今天是来创造料理的吧？怎么又是方块脸出现？怎么又是我啊？屏幕太抽象了吧？就吃泡面。哎，我相信过年很多人晚上吃宵夜还是吃泡面吧？猜得太妙了。黯然销魂长寿面，怎么会变这样子？这我猜。黯然销魂，哦，销魂哦，这就是泡面，泡面就是这样盖、啊。你那个哭脸一定是被人家误会。柠檬沙到底是什么？销魂哦，这水加火不就消了吗？销魂呢、啊？错了，下课是你太有才了吗？有歪，可是我同人面飞面，谁写的？谁写的？谁写的？天哪、啊，里面你太中二了吧？好中二。所以这个是什么？谁盖的？我看看，我觉得我猜的还不错哎、欸。那个是谁猜的？最后是我猜的、啊，一个麻辣锅的形状啊！真的是鸳鸯锅哎，一定是巧克力那一张脸。一开始就坏，黯然销魂。觉得黯然销魂，我真的是没办法表达哎、欸，全歪掉。冬虫夏草可以配炸年糕吗？你可以把它煮一煮，炖成汤。平常你很难吃到冬虫夏草吧？终身有了，小峰，过节吃泡面啊，吃大餐一点啊！哎呦，半夜你们一定有人也会去吃泡面的好不好？是说那个议员的那个水饺是谁家、嗯？我们可以过年去他家吃。那个是巧克力家，巧克力家，好不好？啊，走走走走，拿红包。